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47品经文，这品经文的题目是福慧始文第47。这一品经文是以重诵的形式说明一切众生由于过去生中所修的福、修的慧、善根成熟了，才能闻到这部经，才能接受净土法门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。尔时世尊尔说颂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已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阿胶懈怠积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盲人横处案，不能开导于他路。这一段经文用白话文是这样解释的：这时世尊又以重诵的形式说道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福修慧，就不能听到这部经，就不能接受净土法门。由于往昔生中已经曾经供养诸如来，才能欢喜相信这个法门。但是造十恶业、骄傲懈怠以及邪知邪见的人，难以相信如来所说的净土微妙法门。这就像盲人长期处在黑暗之中，不能引导别人正确的道路。这一段经文里包含两首偈颂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首。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已曾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这首偈颂是说什么呢？说的是宿根经文。什么叫宿根呢？就是一向有的，原来就有的，或者是旧有的。这个宿就是这个意思，宿根经文。可见能够有缘分遇到这部经典，听到这个法门，绝非偶然。佛的言语就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真语、实语、如语、不狂语、不异语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佛讲的话句句真实。我们有缘遇到这稀有的第一无上法门，遇到这一部经典，都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。佛经文开端就讲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积深厚的善根福德，这个法门即使在你的面前，你也不会接受。不但不会接受，还要排斥它。我们有的同修曾经接受了，中途又放弃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善根福德，他不具足。
如果他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都具足了，他绝不会中途放弃的。我们这些与会的大众，都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缘成熟了，所以一接触到这个法门，接触到这部经，都能生无量的欢喜。这正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所以我们讲这一部经是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加持的，生大欢喜心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些个众生就是本经的当机者，也是这部经的受持者。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这个。下面我们往下看。阿胶懈怠积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这里这个阿是指十阿，就是指造作十阿业的人。懈怠懒惰的人，邪知邪见的人，共高我慢的人，佛在这里说，这四种人的习气都是障碍，障碍他们今生修学这个法门。哪四种人呢？我再说一遍，一个是造作十恶业的人，一个是共高我慢的人，第三个是懈怠懒惰的人，第四个是邪知邪见的人。这四种人不是无量寿经的当机者，也不是无量寿经的受持者。这里面讲的这四种人，我想重点说一说，先说这个阿，因为这个阿呢，就是造作十恶业的人。十恶业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杀、盗、淫、妄语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、嗔、痴，这叫十恶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。今天呢，我想重点讲讲这个杀，十恶里的杀。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咱们人很残忍。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人类大开杀戒的时代。我们先不说那个大杀，那大杀就指战争，我们就说说日常生活中的小杀，那已经够残忍的了。我没看到的我不说，我把我看到的觉得人太残忍了，和同学们说一说。比如说大约是03年左右，我去过一次广州，在那住了几个月，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我和老伴子经常去一个自由市场去买东西。有一天我们又去买东西，在路上碰见了一男一女正在杀猫。大家想想看，那个猫怎么招他了，惹他了，两个人就在大街上公开的杀那猫。当时吓得我都不敢看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上那个市场去买东西，因为我怕走那条路。一走那条路，一到那个地方，我就想到了当时杀猫的那种惨烈的景象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还有一次，有朋友请我们去饭店吃饭，南方的饭店外面呢，摆了好多的那个笼子，里面装着猴子呀等等的，反正那么多我都叫不上来名。
还有那么多水产。当时我问，我说这些为什么都摆在这儿？朋友告诉我说，就是吃饭的客人来，点哪个就杀哪个，现从那个笼子里往外滴了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心都直突突，太吓人了。后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就看见那个饭店的人呐，员工吧，就从一个笼子里牵出了一只猴子。我就问这是干什么，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，这就要吃这个猴子的脑子，是把这猴子呢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然后拿什么东西把它的脑瓜盖给它锤开，那个脑子就露出来了，然后就生吃。我说为什么要吃这个，说是大补。大家听一听，人残不残忍？为了所谓的给自己补补身体，一只活猴子，还不是把它杀死以后再吃它的脑子，是活着就吃它这个脑子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你想想，你想补你的身体，你这么残忍的杀害一个生命，我说一点瘦你也增不了，你只能减瘦，大家考虑是不是这样？这都是我亲自看到的。比如说我在电视里看到，就是做貂皮大衣的那个貂皮是怎么剥下来的，是活着剥下来的。当时我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活着剥这个貂的皮呢？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活着剥下来的皮质量好，死了以后剥下来的皮质量不好，所以就要活着剥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只活蹦乱跳的貂被人家活活的把皮剥下来，那种痛苦我们人类难道你们想不到吗？为了穿一件貂皮大衣就可以这么残忍吗？就可以这么样的残忍的杀害无辜的生命吗？有一次我突然发现，我们小区的小猫突然一夜之间全不见了，一个都没有了。因为我住的那个小区，就我住的那个院里有十几只猫，就是流浪猫吧，它们天天都在院子里转，有时候我就给他们拿好吃的喂他们。那一天我又去喂他们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猫没有了，我就问邻居，他们都上哪儿去了，怎么一夜之间一只都不见了。后来邻居告诉我，可能让人家逮走了。我说逮他们干什么？说送到南方某某城市某某城市去做龙虎斗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这人们都怎的了？是不是都疯狂了？小猫犯了什么罪？从北方把他们抓到南方去做这个龙虎斗。再说说我来到这个道场以后，这里有两只羊，以前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两只羊呢是放生的羊，是当时将要被宰杀的时候，咱们道场的同修看见了，就把它买回来在山上里养着，已经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突然有一天这两只羊不见了，怎么的了呢？上哪儿去了？被人偷去了，那肯定是被人偷去了。当时我们心里都很难过，大家都想被人家偷去了，那肯定会被杀死的。因为啥？这两只羊很大，那杀了以后要卖肉可能赚钱呗。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，这两只羊从此就不见了。有一天刁居士跟我说，他说大姐呀，那两只羊给我托了个梦。我说托的什么梦啊？他说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被人抓去杀吃了。
哎呀，我一听心里真的直揪揪着。但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你又能怎么地呢？那就是因果自负吧。过了不长时间，这两只羊又给我托了个梦，他们在梦中告诉我说他们两个投胎了，投到哪儿去了呢？投到了一个念佛的人家，梦中告诉我非常清楚，因为有一般的梦我记不着，这个梦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告诉我他们投胎到一个信佛的人家，而且他俩是龙凤双胞胎，投到一家去了。我在这里说这个事情，这个东西呢又无从考证，只是大家当故事听就可以了。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，我心里有点高兴了，因为什么？他们从畜生道提升到人道了，这倒是一件好事了。但是那个抓他们、杀他们、吃他们肉的人，那肯定会有恶报的，因为这两只羊它是放生羊，它这个罪报就比一般的要重，那说不好就得以命抵命。你说这两只羊那么好吃吗？但是不知道因果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个因果的厉害，所以他就无恶不作。我说的这都是实际的例子。比如说我们道场有两个放生的鱼池，已经十来年了，里面有鱼有乌龟。有一天我们发现呢，好像这个鱼啊，这个鱼塘被人盯上了，有点要偷这个鱼和乌龟的迹象。但是当场我们只见到这人了，没见着人当场在捞这个鱼，咱们得实事求是。后来我就想，这是放生的鱼和龟，如果他们偷去吃了，那他们就造业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就想了个方法，我告诉了同修，定两个牌子，上面给他写上什么呢？写上放生鱼严禁捕捞，不听劝告者因果自负。我说咱们要做到仁至义尽，要负责任，立个牌子在这里告诉他们，这是放生鱼，是不能吃的。所以就这些事儿就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时有发生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什么都想吃，什么都能吃。有时候我想啊，现在这个人呢，除了四个腿的板凳不能吃，可能其他的什么都要吃。你想没想，你吃的后果是什么？再说说和谐的例子。我觉得我现在住这个小道场，人和人和谐，人和动物也和谐，人和大自然也和谐。住在这里你会觉得非常舒服。比如说我们这里因为是大山嘛，山里有小兔兔，那个小兔子有灰色的，有米黄色的，还有那大尾巴的小松鼠，还有非常漂亮的山鸡、布谷鸟啊等等，那些不知名的小鸟那就太多太多了。这里用鸟语花香来形容一点不过分，所以我说这是神仙住的地方。那个小兔子，你就是走到它跟前，它瞪着大眼睛看着你，然后慢悠悠的蹦走了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你说这个环境该有多么和谐。我们这里没有杀戮，对这些无论是鸟也好，小动物也好，我们都是非常爱护的。第二个想说说这个蛟，不是阿胶懈怠及邪见吗？再说是这个蛟，这个蛟就是傲慢，瞧不起人。
一个名词叫做共高我慢，就是说的这个骄字。什么样的人骄呢？有权有势的人往往是更骄一些，更明显一些。比如说我曾经在政府机关工作过，那个时候就是外面来办事的人说几句这样的话，叫你心里听了，哎呀，真是和现实是一样的。不怪人家说，来办事的人怎么说呢？说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难办，三难。我跟大家说，当时我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真是门难进，胆小的人呐，要想到这些部门来办事，真得左掂量右掂量，怎么进这个门。脸难看，你不认不识的，真是没有好脸儿给你看。不像咱们想象的，进门之后啊，您来了有什么事情啊，客气一点说呀，不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进来一个人就像没进来人一样，头都不抬，真的是脸难看。如果你要认识熟悉可能好一些。第三个是事难办，这个是最明显的。有的事情呢可能是一次就能办成的，你不跑个五次六次，大概别想把这个事情办成。老百姓对什么事情深恶痛绝，一个是腐败，一个是政府机关不作为，这是我的体会。就老百姓对这两件事情真的是深恶痛绝。比如说有一个也算咱们的同修吧，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情。他要去某个部门去办劳保，就是养老保险，第一个窗口就是办这件事情的。他去了以后把有关材料递进去，人家立刻给他甩出来了，告诉他到某某窗口去办。他又到被指定的这个窗口去办，这个窗口又把他的材料甩出来了，你到某某窗口去办，又给他支了一个地方。左支右支，这叫什么？老百姓起个名吧，叫踢皮球，就这儿给你踢到那儿，那儿又给你踢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就这么踢来踢去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一次能办成的事儿，他跑了五六次。我说你最后到底在哪个窗口办成的呀？他说就是第一个窗口，那个窗口就是办这件事情，我去对了。但是他给我踢出来了，所以他一次能办成的事儿，他办了五六次才办成。你说这让老百姓能不反感吗？还怨人家说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儿难办吗？这是事实啊。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是懈怠啊，懈怠。这里面也包括懒惰。懈怠是什么呢？就是松懈，不紧张，松松垮垮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这懈怠既包括不紧张，又包括懒惰。可能我们每个人反思反思，自己在这方面都是存在的。第四个是邪知邪见，不正确的知见呗。这四种人因为他们的习气重，而且这些习气都是业障，所以他们不能修学这个法门，他们不是这部经的当机者，也不是这部经的受持者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譬如盲人横处案，不能开导于他路。有这些
恶习的人就像眼睛瞎了一样，他见不到佛的大光明藏，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大家想想，他自己本身就看不见东西，他怎么能给别人指一条正确的路呢？这个主要是形容没有智慧，误导众生，障碍别人修学第一大法。这种人他的罪过也是很深重的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唯曾于佛执众善，就是知行方能修，闻以受持积书写，读诵赞演并供养，如是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乘佛威德悉能超。这是八句，是两首偈颂。这两首偈颂是说明什么呢？是说明受持往生要具备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条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种植了善根。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能听老法师讲经，就是人人已经具足了这一点。往下看，就是知行，行是现行，你现在真的有一片慈悲心，真发心续佛慧命，救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也许是心里有，但能力做不到。佛说，只要你有真心，功德就圆满。这回我们听明白了，只要你有真心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你没有能力，我也没有能力，能力从哪里来？要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。佛菩萨加持多少？有的人问，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要看你发心的心量的大小，要看你发心的真假。你发心真，发心大，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就越大。你发的心小，发的心偏，诸佛菩萨也加持，但是加持力小。这是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你的感真不真，大不大？一心一意帮助苦难众生，能闻到正法，能在这一生得度，你就是发的无上菩提心。下面看读诵，这个读就是对着经本念，诵是背诵。原来我们可能理解这读诵就是念，两个意思，读是对着经本念，诵是背诵，就是不用看经本。下面看赞演，这个赞是赞叹，演是演说，这都是弘法。把这部经介绍给大众，用赞演的方法，你把这部经讲给别人听，你讲全部经或讲当中的一品都好，甚至讲其中的一句两句，都是属于赞演。特别是演，演里有赞，赞里没有演。演是要做到，就是要表演。
怎么表演呢？要把经义完全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生活就是一部完整的无量寿经，把无量寿经做出来给大家看。比如说善财童子53参，他遇53位善知识，就是在表演。演的什么呢？演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无量寿经演出来，除了讲经之外，可以把经文集诵谱成乐曲来演奏，独奏可以，交响乐也可以。不但可以把它编成歌来唱，还可以编成剧本在舞台上表演，编成电视剧在电视台上播放，这些都叫赞演。下面说供养，是我们讲这部经这个法门奉送给别人作为礼物，这就叫供养。我们每天念佛回向，这都是供养，是供养众生。比如我们每天读诵念佛回向，这个回向都是供养，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，念念为一切众生。我们每天真诚的回向，就是在修菩萨行。如果你看这也不顺眼，看那也不顺眼，则你的回向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尤其是对于反对自己最凶的人，一定要用真诚心给他回向，愿他增长智慧，减少烦恼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将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是同参道友。在这里，因为说到回向，我想顺便再说一个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全国各地许多同修都希望我给他们去世的亲人念佛回向。他们想刘老师心诚，念佛灵，回向也灵。他们认为我给谁念佛回向，我送谁往生，都能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同修们的一个认识误区。为什么说是误区呢？这个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，我和你们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普通的念佛人。如果你们说我有什么值得你们学习的地方，就是我心诚，我给谁回向都用真诚心来念。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我送谁谁就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你们这么认识，那就是错误的认识。我一再告诉大家，不要对我迷信。最近呢，我听说有一位佛友因为送往生念佛回向的问题生了那么一点点烦恼。是什么问题呢？可能同学们听我这个光碟呀都知道，我前一段我告诉大家，我给腹中的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念佛回向，那个时候呢四位老人都在，后来呢他的公公萧学武老人去世了，傅聪提出来
让我给他公公念佛回向，我答应了。这个念佛回向呢，是点名念佛回向的，而且我给他念了49天，一直到5月20号结束的。在这中间呢，有一位佛友想让我给他的婆婆念佛回向，老人家也去世了。这个事情呢，可能有点误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录像，在讲无量寿经，上午有录像，下午有录像，小鱼子忙的是不可开交，可能他好几天都不会看一次手机，因此这个消息呢，可能他没有及时发现。后来当他发现了以后，又有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因为我在讲经，道场的护法居士不让其他任何人把外面的信息传递给我，就是绝对保证我讲这部无量寿经，这个做的是对的，否则的话我会受到很多干扰的。就这样呢，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佛友他的烦恼在哪儿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，为什么刘老师给傅冲的公公回向，不给我的婆婆回向？是不是因为傅冲是名人，我是平民百姓？昨天小鱼子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了，我听了以后吧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也觉得很可笑，说明这位同修他不了解我。我真的不是那种攀权富贵的人，因为这个消息我确实是不知道。我知道了能不能立刻答应你也像给傅冲公公回向那样回向呢？不一定，因为傅冲这个情况属于特别情况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说他是特别情况呢？就是现在作为一个儿媳妇，对公公婆婆能够有这样的孝心，真的很难见的。我要赞叹他这种精神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傅冲他的生活圈子、工作圈子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就在那个圈子里能有傅冲这样孝顺公婆的，那就太少太少了。所以呢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影响面比较大，有代表性，所以我才公开的跟大家说，我破例了，我这样点名给他公公回向，而且回向了49天。那是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能这样回向呢？我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做不到。因为什么呢？以前我是这样做的，有同学提出要求给他的亲人某某回向，把名字一给我，我真的是认真的每天按照名字回向。一开始十几个我能背下来，因为我是绕佛完了接着就回向，那后来都几十了，我背不下来，我又不能拿着一张纸一边绕圈一边回向啊。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有个什么想法呢？我认为大家应该理解我这个想法是对的。你张三能找着刘老师，刘老师给你亲人回向；李四能找着刘老师，刘老师给你亲人回向。那个王五他找不着我呀，那他的亲人我就给他回向不上了，我觉得这也有点不平等吧。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怎么样呢？我每天回向都给往生49天之内的人回向，那你说是不是全包括在内了？张三、李四、王五了，你们的亲人都包括在内了。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，它是循环的，我每天都这样回向啊。所以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往生的，你一定是在我回向之内，这个方法有多好。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什么呢？就是
生烦恼的这位同修，我这么给你解答了，你就不要再烦恼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，如果我早点知道这个消息，那可能早点你这个问题就给你得到解决了。我希望你能理解于记者的难处，他实在是太忙了，也应该理解道场护法居士的这种做法，严密封锁消息。他的目的为了保证这部无量寿经讲圆满，没有做错。做错呢，可能就是我太忙了。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能够原谅我。将来有什么困难，你还可以和我打招呼，我能帮你的，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这是我就顺便插了这么一段，下面接着往下看。救世之行，行是现行，你现在真的有一片慈悲心，真发心续佛慧命，救助这些苦难众生，你就发心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，下面接着往下看。如是，就是像前面所说的，一心求净方，一心一意专求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愿望。乘佛威德习能超，这句经文真的非常重要。这句经文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在大劫难的时候，佛能现身接你，你随时可以得到往生。说的再具体一点，这是佛在给我们受记，真的是给我们念佛人一颗定心丸，让我们再也不要怀疑，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劫难，都不要慌张，不要恐怖，一心念佛。这是佛在《无量寿经》第47品里说的，佛无妄语，他接引你是定不失时，就是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时间，这个确实是我们念佛人的一颗定心丸。下面的经文是给我们作证的，依教修行者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遇佛乃能知，声闻意结思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，人身难得佛难值，信会闻法难中难。看下面两句经文，如来深广智慧海，为佛遇佛乃能知。佛的智慧像大海一样深广无边，不但我们不能推测佛的智慧，声闻缘觉乃至等觉菩萨都没有这个能力。佛的智慧知有佛之道，佛为我们说出这一部经，是从他圆满的智慧里流出来的，所以等觉菩萨都不知道。佛说其他的经典，只是佛圆满智慧里流出来的少分，注意这个词，少分。阿罗汉菩萨们能够了解，
唯独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是佛圆满智慧的圆满流露。注意两个圆满，唯独这部经是佛圆满智慧的圆满流露，唯有诸佛有能力理解。下一句，声闻一节思佛智，小乘圣者正得阿罗汉果，彼之佛果。这个一节呀，是指极长的时间。如是思量佛的智慧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尽其神通智力也不能知道佛的智慧。所以说这个法真的是难信之法。看下两句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这样的经典，这样的法门，只有佛才能开示，才能完全理解。下面说净土法门，谁有资格承担流通的责任？只有诸佛。除佛之外，菩萨都没有资格承担流通这个大法。这部经和其他的经典不一样。其他的经典，佛在经论里常讲，有五种人说经：佛弟子、天人、仙人都可以说，菩萨说经那当然没问题了。只要符合佛的宗旨，不违背佛的旨意，佛都承认它是经典。佛的宗旨是什么？大乘法以实相为宗旨，若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就承认是经。小乘经论只要符合三法印，无常、无我、涅槃的宗旨，佛也承认。下面这一段是重点，唯独这部无量寿经，除佛之外，另外四种人，这四种人就是指佛弟子、天人、仙人、菩萨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圆满的智慧，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只看到了局部，没有看到全部，所以他们只能说局部的，不能说圆满的。因此净土念佛法门只有佛才有能力说。往下看，唯有世尊能开示，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凭我们自己这点修学功夫决定不能理解，所以一定要求感应，至诚感通，求佛加持。不是加持我一个人，是加持大众，使人人都能明了真实事理，人人都能觉悟，这个成佛的方法都能够信受奉行，求生净土。众生没有觉悟，不知道求怎么办，我们发心带他求，先是我们带他求，慢慢的他自己也会求了，这样才能得到佛的威神加持。如果不是佛的加持，纵然是会说法的人也没有办法把这部经说出来。人身难得佛难值，信会闻法难中难，这两句话是佛劝勉我们，希望我们珍惜
这无比殊胜的机缘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一部经典是百千万劫又百千万劫都难以遇到的，比华严经难多了。所以这种机缘既然是遇到了，就是遇到了一生成佛的机会。这样的机会到哪里去找？如果遇到其他的机会，你不过能成阿罗汉，能成毗支佛，能成菩萨而已，但是你成不了佛。现在遇到的是成佛的机会，而且成的是究竟圆满佛。这样无比殊胜的机缘，我们怎么能不珍惜呢？看下一段经文：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无实言。看下面两个词语：博闻诸智士，博学多闻，有智之人，在这里是指修学其他大乘法门的人。如实言，与事实真相相应的语言。看下面两句经文：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有不少人呐，见到这一句经文又生疑惑了，认为释迦牟尼佛讲经是不是讲得太过了？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的等觉菩萨，毗卢遮那佛下的第一人。本经第二品要我们得尊普贤，我们遵守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按这个标准修行，我们怎么能超过普贤呢？是不是真的超过？真的超过，这是准确的答案。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觉得？因为没有真修。如果你是真修，依照经文天天进步，天天提升，真的是超过普贤。佛没有说一句假话，佛没有一句妄语，跟我们所讲的句句是真实的。我们确实真修能超过普贤菩萨。看下面一句：若诸有情当作佛，哪一个人当作佛？信受奉行的人当作佛，他完全是依照本经的教诲修行，这一生当中一定作佛。佛说的特别肯定，不允许我们有一点疑惑。普贤菩萨是累劫的修行才达到了这个境界，而他们只在几年几个月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里就念佛不退成佛了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是普贤菩萨见了，也会甘拜下风。文殊普贤菩萨看到你会佩服你，因为他们修了无量劫才有了这个成果，而你一生中就成功了。什么原因使普贤菩萨自叹不如呢？他累劫修行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他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。大家看看我们的运气有多好，
一下子就遇到了这个法门。看下面两句，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。佛的苦口婆心实实在在是达到了极处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这个理由，也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广学多闻，真正有智慧的人肯接受。是就是知识分子，他不是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，听了佛的话，总认为佛讲的太过分，或者以为佛讲这些话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哪里是真的？其种种疑惑，就是前面所讲的邪见。邪见之人得不到利益，所以应当相信佛在本经所教的如实言。佛所讲的与事实真相完全相符，没有加一点，也没有减一点，这叫如语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，如是难知难闻难信的妙法，今天我们很有幸听到了，就应当常常念佛，耳生庆喜之心，不但自己受持这部经而度脱生死，还要广泛弘扬本经，劝人念佛出离生死。这样的人，佛称赞他们是真正的善知识。看下面两个词语，如是妙法，指无量寿经，真善友是指真善知识。末后这四句经文真的难得，如是妙法就是指这一部经典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无量寿经是妙中之妙。今天我们有幸有缘听到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常常念佛，依教奉行，不但自己受持，还以此经劝化一切众生，佛说此人是真正的善友。善友就是善知识，这是真正的善知识，真实的善知识。我们一定要记住佛的教导，受持、书写、流通、读诵、赞演、供养无量寿经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，将来一定了生死、脱轮回、往生不退成佛，就是在这一生中得大圆满成就，这是无比的殊胜，这是第一真实的功德利益。这一品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，看看这一品经文的几个要点。一，如来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，这部经典这个法门只有佛才能开示，净土法门谁有资格承担流通的责任，只有诸佛，除佛以外菩萨
都没有资格承担流通大法。第二个要点，这部经典和其他大乘经典不一样，其他经典有五种人说经，佛弟子、天人、仙人、菩萨都可以说，只要符合佛的宗旨，不违背佛的旨意。唯独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除佛之外，另外四种人，佛弟子、天人、仙人、菩萨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圆满的智慧，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只看到局部，没有看到全部，所以他们只能说局部的，不能说圆满的。因此，净土法门只有佛才有能力说。《无量寿经》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尊佛为我们共同宣说的。第三个要点，开经偈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是武则天为华严经做的。无量寿经是百千万劫又百千万劫也未必遇到，遇到了这种机缘，就是遇到了成佛的机缘。这样的机会到哪里去找？如果遇到了其他的机会，不过是成罗汉、成菩萨而已，成不了佛。现在遇到的是成佛的机会，而且成的是究竟圆满佛。这样无比殊胜的机缘，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？第四个要点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无量寿经是妙中之妙，我们不但要自己受持，还要以此经劝化一切众生。我们一定要牢记佛的教导，受持、书写、流通、读诵、赞演、供养《无量寿经》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将来一定了生死、出轮回、往生不退成佛，就在这一生中得大圆满成就，这是无比殊胜的第一真实功德利益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